我们一枪打死他！好，你把枪放下！听我说，你听你哥话，先把枪放下，别过来！阿生，把枪放下！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，我会帮你请律师。没用的，这次能让我做回主吗？你说句话，说句话，让我们相信是密报的假。我们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。枪放下！说句话，你别来了！不冲动啊，不冲动，有事可以商量啊。是我哥，更不是我。哥，说呀，说不说？高启生，你不该贩毒，你投降吧。你跑不掉的。